有过，他那个东西有过。Thank you.
成功啊，老张。啊。老张。工资多少个？哎。啊。救出来了，来啦！我还没死。对了，哎，这个一公斤350，这种家伙他背啊。别弄小了，他救不了命了。别没法救了，你也不能弄了。这咱们说的，我不知道我们怎么救的，他在哪里？我两天还体验了一波了，我老正常，还是慢慢上。我那老人口罩放不开的呢，真要命。我提前的好你吧。口罩放不开，啊你唔出门呀？你说那个是什么东西？不是，我是说那个。啊，阿伟，你要背带不？背带。好呀，千斤，千斤，一千斤，一斤了。你爱讲，我头壳上嘟发烧。你爱无？爱怎么哩？公斤嘞，不是带斤。我可怜，你我要塞一个人啊，等下。